第二个，晚上你不能出去，不准啊。有网民发视频称，10月1日凌晨拍摄到6万年一遇的天外来客彗星从北京上空横扫而过。视频画面显示，这颗彗星出现时，天空中出现一抹奇异的光。起初只是一抹微弱的光晕，渐渐的光晕越来越强，一颗拖着尾巴的彗星清晰可见，出现在北京城的上空，快速扫过。2日，中共官媒央视新闻也拍摄到这颗彗星在凌晨10分从北京城上空扫过。彗星因其尾长形状酷似扫帚，也被称为扫帚星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彗星的出现都被认为是不祥之兆，会为国王或男性贵族带来灾难、死亡。彗星预兆灾害、兵乱、嗜杀。6万年一遇的彗星横扫北京上空，引发大陆网民热议。彗星另一个名字叫扫把星，扫把星出现不是啥好现象。记得彗星在古代表现一项，表示天命有变。你先不说迷信不迷信吧，但这玩意儿在中国人的文化语境里，从来跟吉祥如意没沾过边啊。完了，兄弟们，我的 M9 现在不听使唤了啊，打开车门给大家看一下。遥遥领先。好，知道了，遥遥领先。遥遥领先。好，知道了，遥遥领先。遥遥领先。好，知道了，遥遥领先。遥遥领先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遥遥领先。遥遥领先。好，知道了，你遥遥领先。遥遥领先。好。中国茶道发源于中国，在日本盛行，人在国庆节不能喝茶，对不对？你听我讲完，我就大爷，我问你啊，木屐鞋源于中国，传到日本盛行，有鞋你穿吧。那手机里面很多日本的钱，你把手机砸掉，我立马就走。你把手机先砸掉，你先挣你不该用日本的东西。在今天这个日子是吉祥，今天这个日子是要用中国的钱。走掉，走掉。你好，这边西湖边保安拦住我，这边可以过来吗？这边西湖边保安都拦住我。